会喊下下课了。Hello， 放心。我跟你们看，迎接我的酸菜火锅、海兔子、墨鱼、虾、泡排爪，还是墨鱼的好吃。这些是我刚刚拎回来的东西。这么多，把我累死了。我们本来开车回来的，然后这边全都是零食。我很跑路上到买的小蛋糕，真是一大盒。路上都没来得及吃，太困了，光睡觉去了。哎哎哎哎、妈，你看我给你带的啥？这个鱼总共两条，这是我结婚的那家花饽饽做的。他们都不给，这是海边订的，我愣是要了两条。快快快，订五块鱼，五块。嗯，来不及换鱼。嗯、哎呦哎呦，这么软，嗯，没法呼吸的。这酸菜怎么醋透了？没有，那就是突然进来就闻，这是自己家腌的，特别脆，特别好吃。大烘焙。我先给你们看这个，妈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因为我爸手术完了病了之后，不是需要理疗按摩什么玩意儿的吗？我妈就开始上网课学这些什么穴位呀，什么每天很认真的做笔记，这是给他的个本儿。看妈，给你的这个小本本上写着：忙着赚钱暴富，越努力越幸运。这是个本子，你有啊？真的行。你今年能把这大本子给记满了，那我感觉你都能正经理疗我爸了。发现了厉害的，噔噔，大五花，一会儿我妈再说，车多了来人了。哦，哇，这样，它是活还是因为它一煮所以它熟了？啊，吓我一跳，我鞋都杀成这样了，看看吗？我的孩子，妈看自己做这个好看吗？嗯，漂亮。我玩的辛苦第一回，是玩的辛苦一年，极棒呀！猜猜看这是啥？哎呀，谁做的？不知道，这么干。哎，我非要品鉴一下这个酸菜，这酸到臭了，是不腐烂了？哎呦，你看，你连个叶这边都没了。就不能说句坏话，说句坏话，我爸，我又救命恩人了。嗯，好不好吃？香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是吗？臭豆腐的那个原理。跟他演的似的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你别说我这样就不好吃了，你要说我这样不好吃，那还不得劲儿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，酸啊，酸溜，然后也没那么酸，特别酸。是吧？嗯。我爱你真的太好。别吃啊！墨鱼好好吃，不吃都是白吃的。你爸一看这个眼珠子都花了，那这我姑娘爱吃，全白吃了呀。来，辛苦了啊，儿子，要我儿子今天受了一年累啊，还得年累。嗯，还没过年，咱不吃了。还好，你爹越来越好。放虾了？我放虾了。我放虾。撒谎！就刚刚，我爸说，老伴儿给你爸个虾，我妈说你不说先给你闺女吃，我爸说我闺女不吃，我就给你爸。哎呦呦呦！你不给我发的吗？他说虾都没有那酸菜脆，我要吃辣点儿。干活累了，你跟媳妇儿说。我跟你讲，前天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告状，说她和我爸去市场买了瓜子儿，然后因为我爱吃核桃嘛，又买了核桃，然后结果我妈正在那嗑瓜子儿，嗑的正香，我爸把瓜子儿藏起来了。藏起来的原因是我还没回来呢，不让我妈吃。气死我！我刚才去换衣服的时候，突然打开柜子，看柜子门里说，哎，这不是瓜子儿吗？墨鱼的油，这个里头就一个，这个是墨鱼的刺。嗯嗯，哇，嗯，这个。
爱人。没有，我寻思这个给你，你还爱人就爱死了，爱人你俩。完了，还我夹了中间儿，我隔着我妈给了我爸。我不要不要，来个油来，让妈都吃这玩意儿。哇哦，你家开花了，你家就长得好看。这是八爪鱼王。这个是他从海里捞的、哎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脑子里还有黄似的，是吗？那个吗？嗯，这个小，是吧？老好吃，老好吃，再给我爸妈推荐臭鳜鱼，是吧？嗯，软的，我是不是？摁着脑袋塞呀，嘴里有饭呢。哎，这个饭好好吃嘛，我要再来一碗。开始和饭了，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啊，特别好吃。可以吗？哎，我已经吃完米饭到吃粉丝的阶段了，看我妈拿下我的粉丝。我们也要成粉丝了，没感觉。还有好多配菜，但是锅已经成这样的。快起床了哟！我妈现在在厨房炒菜，现在是早上7:45。炒了个白菜，可咱俩吃的酸辣白菜，一个茄子，然后做了个小碴子粥。一会儿我要去做河粉，我们要去赶大集。嗯，你这真提我话说，你看吧啊，彪个脸，我在这儿啰嗦无使的，你可真讨厌，你闭嘴。你给我关了，这么不听话呀！哎呀，你俩可太不配合了。谁知道你在录？他还打开，他还打开他那个了。他怎么好几天没照你了是吗？吃吧，我没有勺子。吃就勺，不是吃勺，拿勺子，啥要要啥。嗯，这个切了吃吧，掰了吃吧。是切不是掰吗？都行。你往起来看见那俩火腿了？快来，给切一个。哎，那个吃切，给切了。掰掰掰。哦，你给爸咬一块，你给爸咬一块，我还给你咬。嗯，好，哎，这肉全是肉啊。嗯，不塞牙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儿子好，他要不想吃的东西都好塞牙。他吃个皮了，他也说塞牙，他爱吃的就吃谁谁，这个不塞。哇哇哇你吃这个，给他一口就行。哇，这个，嗯，我做馒头这么香了。这么香，我没有。我应该没有吗？你觉得我能做出来吗？你愿意吗？这是他们的摆件呗。嗯，对了，我觉着我能做出来，还没我做出来。我觉着我啥都能整。来大集喽！我的天哪！天哪，真的有人这么买了？这个羊肉哎。要几个？一个，对，一个就够了。还有一个鹅，这么大块，还要吗？儿子，我就要一块蘸酱。这块，行，这块就给来了。你跟过去那个地主家那老太婆似的，你瞅你的形象，哎呀，我天！当当当当，我的下午茶时间，我妈刚做的东西，刚才去李村市场买的。
好吃，我还没有跟大家说时间线啊，后天锻炼，我慢慢准备明天炸点四喜丸子呀什么什么的。我强烈要求这两天我想吃素菜，我想吃溜边老抽土豆丝，溜边素土豆丝。从小就比较瘦，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，小时候不知道听谁说的有这么个说法，蹲着吃东西屁股大，从那时候就养的习惯，就干啥都喜欢蹲着。真好吃，吃我真冷啊，冷死我了。走上，谁到就觉得黄豆皮了，吃我真冷，赶紧找个衣服穿。我今天上午就是一冷了，我就跑阳台上晒太阳。我说错了啊，我这可不是阳台，我这是个窗台。给你妈养的花，这儿也有一株。我说我太冷了，小王远程给我点了一桶麻辣烫。我爸也是听不到狼去了。你小点声，你吵死了，你吵死了。他完全不理我。他们家也挺好吃，我之前吃过好多次，有个红豆粉。只要我在家，我妈不管吃啥，家里肯定常年累月拌着麻酱，吃完就和，吃完就和。我放这个它能不好吃？白糖，哎，糟了，你们家糖烂了。你们行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烫头粉，就是它又不冷的那种。看。我妈的麻将天下无敌。又是我爸扰民的时间。
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他这萝卜可好吃，吃我。不关心。你也硬币了。皮好吃。有萝卜味儿。好吃哈，我明天炒来了。哎，萝卜辣，你都大蒜子了。哈哈吃吧。我们家的女大。我跟你说，就如果炒成这样，可见家里的厨艺有多高。我来了，八爪鱼。今天我豪说歹说，豪球歹球，可算家里四个菜同意了。完了，刚才又跟我说还有第五个，说第五个不算，第五个是烫的豆腐。包菜，大头菜。我在家有时候也炒这种素菜哈，嗯，比如说旺子要减肥，我就炒这个。有一天他就看我咋炒的，先热锅，咔放一大勺子大油。在减肥呢啊，他减不下去嘛，所以你也看我咋炒的时候，怪不得吃素他都不瘦。我说八个，他真得整十个；我说六个，他真得整八个。我爸鸡蛋卡了吧？今天都，这打鸡蛋时候咔卡了。啊！我妈烫的露露。哦，胖子，你看妈妈说你等一下。咚咚咚咚，让我体验一下。